阿静，静儿，来，你出来一下。昨天，哥想了一晚上，我觉着建文上大学还早呢。现在最需要钱的就是你。哥虽然不赞同你去开店，可是我也不忍心看着妹妹这么难受。我没有什么本事，我不愿意看到你和我一起受苦。我知道你的决心已定，哥说什么也不起作用。从小到大，哥最了解你的脾气，你就是一根筋。你把钱拿上，哥相信你一定能够干好的。哥，阿锦，咱们仨相依为命，你和建文就是我最亲最亲的亲人。从小咱们一锅饭分三碗，一块肉分三块，甜的也吃，苦的也吃。我老说，这10个手指头伸出去，咬哪一个都疼啊！我知道，有些事您还没有原谅大哥，可是哥不怪你，哥知道，如果你不开心，我就不会开心的，懂吗？哥，阿静，这就是咱们全部的家底，4000块钱，哥现在交给你。你去干吧，我相信你。拿着吧。时间，你猜怎么着？哎，快说，别卖关子！我把时制表全部卖出去了，每一只表都是100块钱卖的。真的啊？一上午的时间啊？对呀。哎，我骗你干什么呀？这是全部的钱，我们赚了500块钱。这生意太好赚了。没拴，哎，你也在啊？啊，金姐，哎，你们在干嘛？没事啊，你有事吗？我有点事情找你。哦，你先走，回头找你啊。走了，金姐，找我。什么事啊？很重要的事，我决定了。我不能再这样无所事事，我要开店。开店？你有钱吗？没本钱你怎么开店啊？这你不用担心，反正我有钱了。你哪来的钱？我不是跟你说过我爸平反了吗？政府给了我们4000块，本来呢这钱是我跟建文念大学的，不过我跟我哥商量了，他同意把这4000块借给我做生意，等我赚了钱再还给他。怎么了？你说话啊。阿静，你刚才说你现在手上有4000块钱。是啊。你想用这4000块钱做生意？是啊。4000块这么多？那你想干什么？想过了，我想开餐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当然支持你了。阿静，难道说最近我们开始走好运了吗？什么走运了？啊，没什么，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终于时来运转了，你终于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开始赚钱了，这下你开心了，不用整天愁眉苦脸对着我了。哎，阿福哥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等你老半天了。我好不容易才摆脱阿静，赖浩明人呢？我和他约好了，他马上到。哎，这是他的本钱，这是咱们赚的钱，500块钱。阿伟，金木君约我来，有事吗？我把本钱还给你。你说的没错，阿全只用了一个上午就把时制电子表全卖出去了。相信我没骗你们了吧？
像这种好事可不是常有啊。我还想进点货，还有吗？暂时没了。那什么时候才有啊？过两天吧，有了通知你们。走了。二哥，那个赖焕明纯粹就是吊我的胃口，纯粹就是摆谱嘛。那怎么办呀？是我们想发财，是我们求着他。这就好比站在人家船上，开不开船是舵手说了算。那我们挣的那个钱怎么花呀？花？你现在就想分赃啊你？不是，我只是在想，赖焕明他也说了，他暂时没货，那我想你能不能给我点零花钱啊？阿全，啊，我不是不给你，你得沉住气，再等两天，我们把这个机会做大。我想把这500块钱作为新的本钱，再从赖焕明那儿进一批电子表。也就是说。这500块钱，我们还可以再进10只电子表，然后再拿到市场上去卖，这样又可以翻一番了。哎，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变成大富翁了。500块太少了。哎，海伟哥，我带来了吗？带来了。太好了，看好了，500块啊。你也看好了。5只，不是500块钱10只吗？这是我兄弟差点用命换回来的，现在啊，关口查得紧，所以呢，成本提高了。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哎，阿伟，这批货你可以不要，做生意嘛，两厢情愿。你要不要？那我走了。梁广平，再给我几天时间，那批货给我留着。我们走。健康哥在吗？不在，进来。哦，你在做什么？我整晚呢都要做这本账。账？这什么账啊？这是？你看啊，这里面有简单的装修费，要买的材料费，还有办理商税证件的费用。原来做餐馆真的可以赚点钱啊！俗话说得好，民以食为天。不好啊？啊，没有，很好啊，我支持你。阿静，你这么能干，很快就要当老板娘喽。什么老板娘啊？老板。哦，对，老板。那老板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样呢？我正想问你啊，你觉得下一步我是应该先看店面呢，还是买一些备品呢？这个嘛，快想啊。阿金，你相不相信我？相信啊。那我跟你说件事儿，你看，你哪来那么多钱啊？这是我赚来的钱啊！前两天我和阿全在友谊商店碰到一个人，你猜是谁？谁啊？赖焕明。赖焕明？嗯。他不是去香港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这我不知道，他现在可威了，他已经拿到了香港身份证，张口闭口称我们这些人为大陆人，他已经以香港人自居了。不过呢，他可以大摇大摆地出入友谊商店，用乔福建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东西，他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赖焕明喽。
那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啊？他说为了报恩，给了我一批电子表，我和阿全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全部卖掉了，这就是一上午赚来的钱，500块。有这么好的事？这不会是他设下什么圈套吧？他那个人最狡猾了，又一肚子坏水，你别上他当啊！可是这些钱确实就是明摆着在你眼前的，这些都是真的人民币啊！总之我不喜欢他，你不记得？浩刚的事要不是因为他，阿娟怎么会死？阿静，我想求你一件事。什么？我想再跟赖怀明交易一次，你能不能把你开店的钱先借给我？我保证，你给我3天时间，3天以后我一定把钱全部还给你。赖怀明给我的电子表，成本是50块，我和阿全可以卖到100多。现在成本涨价了，一只要100块，但是有可能能卖到200多。我现在手头上只有这些钱，这些钱不够的，我需要钱，我需要更多的钱，你能帮我吗？你发什么神经啊？哎，阿静，这可是赚钱的好机会，我不想错过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你，什么人不好做生意，就跟赖焕明做生意，他就是个无赖，这些点还看不清吗？我管不了那么多，他是不是无赖跟我没关系，我要挣钱，我要挣很多很多的钱。我知道钱很重要，但是我不让你去跟赖焕明做生意的，更何况那些钱是我爸妈12年换来的，我花每一分钱我都要精打细算，你知道吗？3天，我只要3天，3天以后我会把钱全部还给你的，你就相信我这一次吗？不可能。你在生我的气啊？没有。那么晚不睡，就想电子表的事。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一定要和赖怀明做这笔生意？其实我也不喜欢赖怀明的，可是跟做生意两码事。我只要从他那赚到我想要的那一部分，我下次不会跟他再合作。我知道，卖电子表是投机生意，可这是次机会啊。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，你可以跟我开店呢，跟我一起做真正当当的生意，总比你这样冒险好吧？那4000块钱是你阿爸留给你们的，我和你一起开店那算什么？我是个男人，我将来还要养你的，我必须要有自己的事业，我不想让你大哥看不起我，我要你跟我在一起很体面，你明白吗？有时候我在想，当初如果我和你们一起逃过香港就好了，说不定我现在跟赖怀明一样，甚至比赖怀明更威风。你不要再跟我讲逃港的事情了，行不行？人是要向前看的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嘛。路要堂堂正正的这么走，钱我们可以慢慢的一起赚。我不怕辛苦，你对我有多好，我自己知道。你这是？之前是我本来用来开店的，哥本来不借给我的，后来哥说为了我他愿意这么做，现在我把这4000块借给你，我也告诉你，为了你我愿意这么做。答应我，等你把表卖了，钱赚到了，
就回去跟我开店。好，我答应你，等我赚了钱以后，我立刻把钱还给你，然后我帮你装修，我帮你一起买东西，我要给你开一个很大很大的餐馆。怎么样？想好了？货带来了吗？啊？这些不够。不够？你要多少？我要45只。45只？阿伟啊，45只是什么概念？啊？你有钱吗？跟你说好了，该报的恩我报，这回要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你要没钱，我可没货给你啊。你以为就你有钱啊？你只管交货，钱我一分不少你的。好，不愧是钱广伟，我丑话说在前头，一只手表100块钱，总共4500，货就在这个包里，随你挑。哇，这么多钱呢？后悔了？4500块，爷爷吧。哎，我还不相信你呢。行了，阿伟啊，发财了，可别让是我赖焕明给你指的路。走。哎，阿伟哥，这下我们可发财了。以后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就知道吃。走。哥哥呀，怎么样？哎，挺好，挺好啊。挺好的啊，房东说他可以比市价更便宜的价格租给我。有这么好的事儿？这房东啊，过些日子要去香港，他看我那么有诚意呢，就把地方租给我了。怎么样？那你房租交了没有？我跟他商量过了，等到时候装修的时候一起交。好好，那你什么时候装修呢？过几天吧。行，装修这个事儿啊，宜早不宜迟啊，早装修早省事儿。哎，这样吧，我们单位啊有几个工友懂装修，过两天是礼拜天，我把他们叫来帮你看看，好不好？嗯。来，你钱够不够？我给你那4000块钱呀、啊。你又要装修，又要交房租，还要买锅碗瓢盆的，够吗？够，当然够了。我都精打细算过了。你看，其实现在只要简单装修一下，等到时候赚到了钱，再重新装修，对吧？行行，那这样吧，过两天我就让他们过来，好吧？你把钱准备好啊。啊。阿伟，干嘛？怎么我一跟你讲话就跟阶级敌人一样的？您有事儿？我跟你说正经的，你这两天挺忙啊，每天都睡在日晒三竿的，怎么今天起这么早？我出去活动活动不行啊，老躲在被窝里。你就没去看看阿静？阿静，她怎么了？今天早上阿静和她哥去看店面去了，她想自己开个店，如果合适呢，可能这两天就开始装修了。你也过去帮帮忙，搭个手。老大，阿静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能不关心吗？这还用你说？我睡觉去。我站住！哎呀，你有话能不能一次说完呀？我这累着呢，我得上去睡一会儿。阿伟，阿静是个好姑娘，你千万不能做对不起人家的事儿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就是提醒你，像阿静这样的好女孩啊，都快绝种了，你要珍惜，千万不能伤害人家。我说你这话里有话呀，什么伤害呀、啊，对不起的、啊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自己好好想想吧，我还有事儿，出去了。
吓死我了！你规规矩矩干什么？干嘛你？我能不怕吗？我这包里装的全是电子表，少说也好几千块钱呢。你说我这要是被抢劫了，那……怎么还剩这么多？你不是卖表去了吗？你这天都干什么了？你？我怎么没有？我怎么没有去啊？我这一早上就在珠江边上，这到了下午，我又转战到越秀公园。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我们有竞争对手了，表和我们的一模一样，价钱还比我们的便宜。我是好说歹说，求爷爷告奶奶，我才卖出了几只，现在也卖不到100块钱了。那卖多少钱？50。五十？你疯了，阿全！50我赚个屁啊！我这已经算卖的最贵的了，别人才卖30、40呢。你要不相信，你明天和我一起去嘛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啊，这个。是不是你小子捣了鬼？你想独吞这笔钱回来告诉我没卖出去？你把我阿全看成什么人了？我跟你出生入死，你连这个都不相信我？怎么会啊？这怎么跌得这么厉害啊？阿伟哥，阿伟哥，你别着急。不行，我明天早点出去。我能不着急吗？我和阿静说好了，3天之内还他4000块钱，他还等着我的钱交房租呢。难道真被阿静说中了？是赖浩明那小子捣了鬼。阿伟哥，不行，咱们就低价把电子表卖了吧。不行，绝不能低于成本价卖出去，不然的话我们就全完了。阿静，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！嗯，我联系了几个工友，他们准备给咱们装修。走吧，你现在没事吧？这么快啊？啊，没事，走，跟我走吧。我能不能过2天再去啊？干嘛过2天呀？他们就趁着这个休息才给咱们装修呢。你过2天人家又上班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人家挺给咱们面子的，这次啊不收什么工钱。只收材料费，走吧。我这2天不太舒服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啊。失眠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因为要开店，高兴的老睡不着觉？这样吧，你把钱给我，我去替你盯着，你在家休息，好吗？你问问你朋友，我过2天再去不行吗？不行不行嘛，我刚说了，人家休假才来给咱帮这忙的嘛。过2天人家上班了，去，那你把钱拿来。去呀，我替你看着还不行啊？那钱不在我这儿。你说什么？我说那4000块不在我这儿。哎，我明明亲自把4000块钱给了你手里的呀，你放哪儿了？到底在哪儿啊？你说呀，钱在哪儿呢？我知道，熊哥，钱在阿伟那儿。蒋哥哥，那4000块钱，阿静借给阿伟去卖电子表去了。阿静，那天你和阿伟在门口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你们都知道的事儿就把我蒙在鼓里啊？我一点不知道，4000块钱怎么跑到阿伟那儿去了呢？是不是你们家阿伟又用什么甜言蜜语糊弄我们阿静啊？啊，我说啊，你这个哥哥怎么当的呀？哥，不是你想的那样子。你给我闭嘴，回头我再跟你说。江刚哥啊，你不要责怪阿静，要怪你就怪我吧，都是阿伟不争气。阿静是个好姑娘，阿伟能摊上阿静这样的姑娘是他前世修来的福气。可是阿伟他，哎呀，哥，是我把钱借给阿伟几天的，他卖电子表真的赚了钱，所以想做大，我就把钱先借给他了，他明天就还给我。真的？鬼才信呢，你就是太天真了，他说什么是什么。我找他去。喂哥，他明天就还给我了，真的。不，我找他算账。建康哥，你别冲动，你知道吗？这4000块钱可是我们的全部家底儿啊！知道啊？我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没了吗？哎，别了，别了，我你滚！我永远不想见到你显家的人了。阿静多好的一个姑娘啊，都是让这个阿伟带坏的，
开什么店？开什么店？钱呢？钱呢？钱怎么跑到阿伟那儿去了呢？我告诉你，我永远不想见到你。你这个哥是怎么当的？你真让我失望，你气死我了！建哥哥，哈维这个衰仔，我找他去。日光光照地头，阿伟，阿伟，尚哥，阿静，阿伟呢？我也在等阿伟，他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真的是不好意思啊，我哥的脾气就是那样。这怎么能怪大哥呢？要怪就怪那个衰仔阿伟，他不争气。阿静，其实我和你一样的心情，我也希望阿伟能尽早的把你们家的钱还上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阿静，等阿伟回来，我会让他去找你去。阿静，坐这边干什么？怎么不上来坐啊？哦，我跟你讲啊，今天中午12点以前，你必须把那钱还给我。我哥瑞和那个工友12点以前要买材料的。哦，这个我知道。那个建光哥没难为你吧？没有啊，他不知道。那就好，你放心。中午12点以前，我一定把钱还给你。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去哪里啊？我去找阿全啊，还有一些表没卖出去呢，今天中午以前一定会卖出去的。全都能卖出去啊？对啊。真的赚大钱，太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乖乖跟我开店了。我走了。等你回来啊。这才几天的时间，电子表的价钱也得一塌糊涂。买多少？你把我扔进大海喂鱼去吧。我问你买多少？20块钱一只，和我们的一样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阿全，阿伟哥，我跟阿静约好了，中午12点以前还给他4000块钱。我现在时间不多了，我拜托你，你无论如何给我想办法把这批电子表给我卖出去。阿伟哥，你放心，我会尽力的。
怎么样？伟哥，我们中了赖华明的计，被他给耍了。阿全，阿伟哥，你回去跟阿静说，就说阿伟对不起他。哎，你要去哪儿？你要说，你自己回去说，我可不去。我现在说话你都不听了是吗？你现在看我落魄，连我说话也不听了是吗？我知道你要去哪儿，你要去，你带我一起去。哎，我跟你说一遍，你给我回去，这没你的事儿。你忘了我们在关二爷面前发的誓，要做一辈子兄弟吗？哎，你看，哎，阿伟哥，哥，哦，阿静，我已经把这个月的工资交了，作为装修的定金。阿姐，请问你这货都卖了吧？啊，问你呢。卖了，卖了吧？啊，你好。哎，发财，尽管都发了。那我就自摸。看到没有？给钱。哎，熊哥，静，阿伟回来了没有？没有啊。肯定出事了。阿静，你别胡思乱想的，阿伟绝对不会有事的。我有预感他出事了，我今天中午12点约了他的，他就一直没有出现，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。你知道他去哪里了吗？他也许在外边卖电子表了呢。你放心吧，阿伟不会有事的，也许他一会儿就自己回来了呢。我去找他。阿静，哎，阿明哥，就在这儿。赖华明，哟，阿伟来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摸两圈，摸两圈啊！你别在这装蒜了，你把我们害惨了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别叫，里边去。阿伟，干嘛这么大火气啊？我真不明白你们是什么意思。屁！你不明白，谁明白？你说，这才几天时间，这电子表就跌了20几块钱了，你怎么解释你？赖华明。电子表我还给你，今天无论如何你要还给我4500块。阿伟啊，你听说过卖出去的货还能收回来吗？我管不了那么多，我只要我的钱。不是我不给你钱，哎，电子表跌价它不是我赖焕明定的，是市场定的，它好卖，大家一窝蜂的去卖，供大于求，肯定就会跌价，这能赖我吗？告诉你，不是你怂恿我们，不是你给我们下套，我们才成今天这样。梁华明，我赚的那500块我不要了，就当我扔河里了。今天我只要你还我4000块。阿伟啊，你是真不明白，这假不明白。做生意是两厢情愿。我跟你说，打麻将，你半炮边胡了，你输了钱，你说我这个牌我要回去，我不打了。他能赖吗？你你敢动就动手！谁敢动？你看，回去！别走，别走啊！回去。赖华明，我这辈子没怎么求过人，今天我就求你一次，我求你把钱还给我，你只要还我4000块钱，我感激你一辈子。今后你有什么事儿，我一定舍命相报。赖华明。阿伟哥都把话说这份上了，你到底想怎样？这钱你是还还是不还呀？哦，威胁我？我告诉你，
我赖焕明最恨的就是威胁我。我告诉你，要不是看在阿伟当年我们是知青的份上，我就把你从这个门口给扔出去，你信不信？阿伟啊，你不是说你有的是钱吗？怎么还在乎这点东西呢？啊，你自个儿做生意赔了钱，你就自个儿认倒霉，啊，怪不了任何人。啊，要不这样，你想把钱挣回来的话，我这里还有几款新型打火机，你要不要？赖焕明，你别逼我，你就说你今天还不还钱吧。我也告诉你，那4000块钱你是一分钱没要回去。什么？我想杀了你！谁他妈的给我滚！你也没命，我就没打算活着回去。伟哥，你先坐。都怪赖焕明，下手太狠了。伟哥，你流了这么多血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放心，死不了。绑紧。那你回家怎么说呀？我还敢回去？我回去怎么见阿静？所有人都知道我跟阿静借了4000块钱。那4000块钱就是阿静的命啊！回去，我怎么回去？千万不能让阿静知道我受伤了，找了我一天肯定急疯了。听到没？静，怎么会是你呀？哎呀，都湿透了。哎，赶紧拿毛巾来。阿伟呢？他没来过这里。阿伟？没有啊。阿伟不见了，他肯定跟你在一起的。你看看，这哪有啊？阿静，我真没骗你，他不在我这里。要么，让兄弟们帮你找找。哎，擦一下。不用了。就要走了，你还有事吗？阿静啊，自从逃港之后我就没见过你，没想到你还是那么漂亮。你有空就帮阿珍上上香吧，免得遭报应。我是阿全。哦，阿全，来，进来，进来，坐。阿雄哥，阿伟哥他受伤了。啊？受伤了？人呢？你别着急，你听我说，昨天晚上我和阿伟哥去找赖鸿明算账了，结果打了起来，然后赖鸿明就把阿伟哥给刺伤了。啊，刺伤了？严重不严重啊？不过不是很严重。你们是不是卖电子表卖赔了？要不然的话，你们不会去找赖鸿明的。我们被赖鸿明给骗了。阿雄哥，我是偷偷跑来告诉你的。
阿伟哥不让我说，但是我怕阿静姐这边担心，我想来想去，我必须得告诉你。总之你要稳住阿静姐。阿全，阿雄哥，我不能跟你多说了，我得先走了。阿全，我得走了。阿全，你去哪儿啊？我要报案。